他就是用这种恐惧心理想要骗你的钱而已，他骗不到你的钱，他就转到下一个对象，就把他封锁，不要理他，不用担心他。一样的两个人，对啊，都长得一模一样。说什么分黑帮黑道什么的，对啊，他可能还会打给你，就不要理他，封锁他，不要接，因为你不理他，他就不理。啊？什么事？真的，我们处理这个处理很多次了，不用担心他。一样是两个人。对啊，长得一模一样。说什么分黑帮黑道什么？对啊，他可能还会打给你，就不要理他，封锁他，不要接。因为你不理他，他就不理你。对啊。就有人停在那边喝酒，然后真的是有很久，然后他今天就送我，然后出来看电影，然后。来之后，他就说叫我，他经理会打电话给我，说要确认他，就是他跟他经理请假。好，不要担心哦。那、你后来有借钱都没有啦哦、那也不用担心，这个人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，要骗你钱而已，他是为了利用你现在恐惧的这个心理，哦，让你把钱汇给他、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他会来找你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。到什么的？对啊，他可能还会打给你，就不要理他，封锁他，不要接。因为你不理他，他就不理你。他就不理你，对。对啊。好、啊。